点的时候，请点蜡。先开场一下，谁生日？我。对，先开场一下。今天是我们最美丽、最可爱、最大方、最有气质的，然后最像仙女下凡的。他爸爸一定是小偷，才把那个天上最美的星星哦，那个放到他眼睛里去，才有生出这么美丽的人。这世界上最美的林华红小姐的生日，然后我在说的，你知道，因为旁边有很多笑声，就可以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尤其是他那个宝贝的千金，竟然讲出比我还笑出比我还大的声音，这个可以知道说，我觉得我说的所说的都是事实。最美丽的华红，林华红，我的姐姐，我们的大姐姐，宝贝，大宝贝，生日快乐！希望我最好的姐姐跟最好的刘爸爸两个都能身体
健康，然后每天快快乐乐，好、哦、啊，要想开，好，谢谢。你看嘛，放我心上，啊，你讲你阿总，你听得挺好喝的，要想开哦，要开哦。哎呦，飞鸟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朝这方面在努力。对对对，安安真的很棒，值得的啦。哦、对，给我吧。对。嗯。亚总，火红的来了。红的发。亲爱的。亲爱的。这句话本来应该由爸爸讲，他都不讲。你讲一次吧。好，亲爱的。啊，亲爱的。好，那我改亲爱的。嗯。亲爱的姐姐。啊，这样话我会哭嘞。没有关系啦，没有关系。我通常都搞笑版，为什么今天会想哭啊？因为你感染我。安安真的好棒。我真的快起来，抱一下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对，我感谢这样的缘分，然后我们真的期望说，我们就像一家人，然后能够长长久久的一路陪伴下去。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，真的就是有好朋友一路相随，这是我们周姓最大的期望，也是最好的幸福。爱相随。